老婆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我去买菜。你去卖鱼的那边买点鱼子回来吃吧。啊，行吧，那我们就做个泡椒鱼子吧。好的，老公，有什么要准备的吗？这么高难度的事情怎么能让你来呢？准备吃就行了。老婆，泡椒鱼子好了。老公，做了这么大一盘啊。那你想吃吗？请你多买一点啊。来，老婆，来尝尝看。好的，老公，你也赶紧吃啊。嗯，好。嗯，老公，你这鱼子好鲜啊。那可不，人家才弄出来，我就全部买了。提取梦里的碎片，温习着